今日撈夠啲啊！先 setting set 咗好耐啊！大少少啊！佢。聽唔聽到啊，大家？Doris hello, William hello, Bonnie hello, Timmy hello， 聽唔聽到？九個朋友。聽唔聽到啊？聽到啲啊嘛。一陣啊，我哋等先 ，Vicky 中文 OK 啊，聽到啊。好清楚 ，good。十三個朋友，大家歡迎全部入室，等下等下。遲了兩分鐘，不好意思，因為那個 setting 上呢輕輕地一部Mac，你現在 OK 了。今天呢，為大家帶來的是Lega， 有沒有11個朋友現在在線啊，有沒有人聽過這條友的名字呢？有沒有人聽過？沒有人聽過是嗎？不知道什麼水。聽到啊，聽到收音啊，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啊？有沒有聽過這個今天這個啊？沒有聽過，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好，聽到收音得，有沒有知不知道今天講過畫家的名字啊？以前認不認識啊？應該就沒有人認識的了，如果有人認識我奇怪的會非常冷門的人都是，不認識啊，好。William 有冇聽過？大家有冇聽過 ？Doris 話冇聽過，落雨啊！我哋屯門冇人知係嘛 ？Tina hello， 20個朋友，唉咁好咁啊！好咁樣咧就唔識嗱，真係真係好少人識嘅。就是這一種的畫風，你們怎麼看這一種的畫風呢？18朋友，實際上今天要講的Lega 呢，就 Lego Lega Sylvester Lega， 香港的廣東高大魚，聽過我的名字但不認識啊。 William 厲害，個名字都聽過，聽過名都好少啦，就係、是、我哋上幾堂都係講麥奇奧尼啦，一直都係講緊呢個畫派裏邊嘅嗰幾兜友係嘛？咁我哋有 Victory 講咗啦，跟住上集Terry Marcos and Rini 又講咗啦，今日講Lega 啦，講 Lega 啦，小婦人啊有啲似啊 ，OK， 咁樣咧就在那個你就算去 Arts and Culture 裡面呢，那他那個解釋呢，就是 Italian Realist Painter， He was one of the leading artists of the Machiavelli and was also involved with the Mazzini Movement。 那就是這麼簡單而已，那就沒有說他的不多的，那個年份都是1926至1895， Marky 這一堆畫家都是這個時期，是卡諾比都差不多啦，那他們2026年出生，去到50年代，即是1850年那些就20多歲啦，有沒有開始活躍啦，
咁就啊，都係依一集依個麥巧利嘅畫派嘅。如果冇聽過，唔識，如果今日先聽嘅朋友咧，就上幾次我哋都一直係講緊依一集畫家嘅，係一集叫麥巧利，叫啊中文有個翻譯叫做班恆，班恆畫派。就好膚淺地可以形容為意大利印象派嘅，咁係一扎志同道合嘅朋友，就強調寫生、強調寫實，就唔中意當時意大利嘅學院嘅。其實幾次印象派嘅，咁咧同印象派最唔同嘅就係佢哋全部都係有好重嘅寫實能力。我個人認為嚇，我個人認為咁，我哋睇一睇少少 wiki 嘅，自從你哋自己中意少少啦，咁我 up 好快啦。咁就大家睇到佢係意大利嘅現實主義啦，亦都係馬歇嘅主要artist啦，有馬志尼，即係佢哋參與一啲嗰時嘅獨立活動嘅，好嘛？咁我好快咁 up 一啖啦，咁就係喺。出生在意大利啦，一個有錢嘅屋企嚟嘅屋企。咁咧，1838年開始咧，就喺藝術學院度讀嘅，咁啊學到啲技巧啦。咁喺佛羅倫斯嗰頭蒲嘅，咁啊跟咗兩個老師去學啦。咁啊1847年就繼續去畫啦。佢嗰度強調15世紀嘅，即係佢學嗰啲好得意嘅。佢學嗰個咧就係比如果計畫風咧 ，Liga 嘅嘢更加 ，Liga 嘅嘢更加嚴肅少少嘅，佢比起上兩個嘅畫家，我自己覺得。咁就參加咗意大利嘅獨立嘅軍事行動啦。咁佢又佢哋同印象派唔同咧，麥奇嗰班又都係同當時嘅政治活動係有關係嘅人，有志願嘅參軍嘅。又有的，咁就反而印象派就比較係唔係好 involve 落去啦，好嘛？咁咧值得留意少少，佢生性係比較嚴肅一啲啦。咁就係、你知道咧嗰時候有個地方就叫做嗱依度啦，佢有相噶，就叫 Cafe Michelangelo 米高安哲魯咖啡廳。咁就佛羅倫斯一間歷史悠久嘅咖啡廳啦。咁就喺19世紀嗰時候咧，意大利獨立戰爭嗰時候咧，咁就好多Toscana 即係意大利個區嘅作家、藝術工作者啊，同埋啲政治嗰啲人啊，就中意聚嗰度咁樣嘅。咁其中呢一派畫畫嘅呢班人就聚嗰度喎。咁咧上兩次嘅 Fattori 同埋Telemaco Signorini 都係成日去依個 cafe 有參加。Liga 就少啲稀見嘅訪客嚇，佢唔係太多。Liga 嚇，咁藝術，但係咧佢就佢比較嚴肅少少，同埋學術性少少，即係話。相對比 Fattori 同埋 Signorini， 佢比較個寫生嘅陽光感冇咁強咧，咁樣佢反而係舊一啲學院一啲嘅，咁但係又唔影響佢嘅畫嘅價值嘅。咁咧，大家如果再想睇，可以去睇啦。咁Alberti 可能下堂我講啦，依、這個我自己都幾中意啦。咁就最得意嘅嘢咧，就係佢嗰個畫嘅畫風咧有兩期嘅 train 嘅。依家我哋睇下，大家睇下，唔知睇唔睇得到啊？我自己 personally 咧喺嗰個 Marchi 依班畫家，我自己最中意 Signorini、Fattori 我都中，我排第二。咁Liga 就可能第三，因為佢嗰個寫生嗰個強調嗰個寫生嗰個陽光感，佢唔係咁重，但係佢又得意。風格嗰度咧 ，Liga 嘅 Liga 嚇嘅藝術生涯可以分兩個時期，一個係平靜啲初頭嘅時期，樂觀啲，
第二段是不安一點的，因為他開始窮的，還有他喜歡了一條女又死鬼埋，之後他有抑鬱症，不知道大家後面看不看到他的話。我們上網找到的資料很少的，咁但係我哋睇一睇佢嘅畫，睇下大家會唔會覺得同之前嘅好唔同？嗱，依個係佢嘅portrait，係咪好唔同啊？同之前嘅，大家覺睇唔睇到？係嘛？係咪唔講唔覺得新啊？定係覺得大家依個都係好學院啊？如果唔介紹，點睇張畫？大家一齊可以 chat 下，有24個朋友噶嘛？而家係在線嘅，覺得一般。中唔中意啊？大家？嗱，《孤物論》佢係傾向學院一啲，但係嗰期嘅佢哋嘅意大利嘅學院嘅都見不足一啲。Polly，hello， 啱啱我哋未講話，我哋講咗啲前設嘅，我哋啱啱喺嗰個睇咗佢嘅 wiki 嘅一啲 description。你大家明白我想講的，佢比較嚴肅一啲咯，靜啲嘅嘢咯。你問我，我覺得佢有啲 dagger 嘅啲嘢，似嘅其實。嗱，隻手指畫得好好喎，其實，手指畫得唔錯。中唔中意啊？大家？阿 Tina 中唔中意啊 ？William 中唔中意啊？是不是都不是很新派啊？不是幾這個很高清，一會兒我有本書，我跟你說悶一點穩陣派，是啊，他的東西是這樣沉穩一點，那個人 OK， 再看多一點，這個就後期一點的作品，睇下先啊，樸實啊嚇，陽陽光咁啊，邊 feel 到唔同啊？嗱，依個係有啲死板啊 ，Polly 話，依個比較。是啊，他比較靜啲，佢唔係好曬，佢唔強烈噶，比較內斂啲嘅人啦，乖啊，太乖啊，乖得滯係嘛？我哋睇下個窗嘅畫法，個窗都唔錯嘅。慢慢留意個窗的變化，個女仔坐喺嗰啲石凳嗰度，條裙啊，依度少依啲嘅嗰個前後嘅掃描，唔係上兩次嗰、那個係咪啊？乍眼睇唔係好。很光啊，很容易吸引到那些人。他又有些得幾張啦，一間我有多少少俾大家睇下嘅。嗱，佢寫生就係會係咁，佢寫生有時又會有啲光少少嘅做法。好似冇乜嘢睇係嘛？
La Vista， 應該係 Hasta la Vista， 係咪 Bye Bye？嗱，佢會有張咁靜嘅喎，即係好真心嘅睇佢就睇靜咯，睇佢就睇靜英英，靜英英咯。佢又冇啊，佢唔佢係攞啲灰去畫噶，成張。唔好意思啊，我咁樣可能你清啲。佢唔係咁快會一下令你好中意嘅畫家，但係好慢，好襟睇嘅。其實佢啲嘢又中唔中意呢張啊？大家，我個人幾中意嘅，呢張好嘢嚟噶。啊，佢有個情緒喺度嘅。Vicky 話佢嚴肅啲啦。我會話佢其實個人係比較內向啲嘅人啦，傾向啲所以最後抑鬱咯。啊，我唔知係咪咁樣有必然關係，但係你睇佢畫裏邊可能有少少。即係個面珠燈，拜拜。又不是 over 嚴謹，其實這張是個畫面是挺寫生的，這張東西它是有個情的，你看看它的手，這樣明白我想說嗎？答住，拜拜。好好東西來的， Marquis 這集畫家很厲害的，其實我覺得，但是呢，他那些不是梵高紅橙黃綠青藍紫的嘛，即是他又不是，即是很壞啦，我經常踩印象派是吧，但是我只是覺得印象派是 overrated 的，即是過譽的，就 Marquis 是不識的，這樣調轉了，他，你看看他說那些好婉轉啊， Polly 說是啊，即係我哋睇畫咧，又真係可能同你睇小説睇咩一樣。有啲人唔係人人都咁爆啊，唔係人人都情緒好激昂。你睇佢畫依啲身體傾向前嗰啲位置，有電影咁啊！你睇下佢地下少少嗰啲石頭嗰啲畫法，輕輕輕輕嘅依啲素描，又唔多噶，喺嗰、那個喺嗰、那個有想像空間。嗱、啊，佢畫嗰啲遠景畫唔畫得低佢咯？靜姐啲坐一邊冇咩講嗰啲人係啊？邊度人啊？意大利。我介紹 Marquis 奧尼呢隻畫家，全部都係意大利。又所以咧，佢又唔係傳統學院嗰啲，然後被勾嗰啲少少樹枝，都係勾得唔錯。少少亞丁，睇下啲裏邊嗰啲，道門少少開，道門少少開。是吧，走了。我們再買這個，有一個 super 的 zoom 埋去的高清。Polly 說他是小小聲說話，不是很強勢，慢慢畫那些。厲害，這些畫家很細筆畫到個耳環，你看到質感爽，很熟啊，有素描的個鼻啊，這些位置是啊，少少情緒看，是啊，這張好東西啊，是吧，
OK， 呢個就係、木板啊 ，sketchy 啲啦。嗱，呢啲可能就比較光啲，不過依張唔係咁好。一陣間我有本書俾你哋睇，就依、個女仔擒過去咁樣啦。啊，依、這個就唔係好多嘢睇到，再睇埋呢張。就咁俾你睇啲不足，就有啲嚇有少少慢你嗰啲感覺，慢慢做。個妹執緊花，個家姐就已經摘咗。我媽喺後望咁，前邊有啲 couple 啊，可能係呢個係工人，前邊老豆老母嚇佢成日會有依啲場景，好似講緊嘢咁樣噶場景啊！我再 zoom 埋啲，你睇唔睇到個口？男人個口細細聲講嘢咁，佢嘅視覺好闊，見得主體好乾好乾脆，係嘛？係依少少。又不同了，跟上兩次那裡很不同。是吧？再慢一點，我有得 super zoom 埋去。好嘢嚟啊！應該話佢啲感情好細緻，好慢熱，但睇。睇幾多學細細聲講故事嘅人啊，我哋話同意嘅，係冇電都係而家你咁樣講啊，係啱喎，幾電影感係嘛？呢隻手翹住個男人，第二隻手揦住把遮啊，日落啊，慢慢嚟啊。我哋再 zoom 埋啲個妹嗰度睇下家姐個樣子，好乾淨嗰啲油。呢啲不足又好寫生嘅，呢啲不足又好有啲印象派。好 ，OK， 中唔中意佢啲嘢咧？都 OK 係咪？好，我有本佢嘅畫冊，大家想唔想睇啊？我開俾大家睇好嘛？見一見啦，即係就畫冊就冇依啲咁細緻睇到咯，但係就可以即係 overall 睄下咯 ，overall。之後可以側邊等等人等，清唔清？睇唔睇到？都少少清啦嚇 ，OK。睇唔睇到？唔係好反光係嘛？我教頂燈就可能定咁好啲啊？反唔反啊？都 O 少少反係嘛？唔緊要啊，睇下咯。嗱，同一樣咯。明明我講咩？大家睇睇個螢幕先，都 OK 喎，少少反光唔緊要。嗱，又係正正有個女人喺度讀咯。呢張其實係攞咗做佢個封面嘅，唔反光。係啊，就係咁正咯。有個女仔睇書就係啊。而家嗱，依一張就好寫生嘅光啊，其實，而
已經是新派的了。那就鉛了這本東西。這些書都是以前很剛才那個章的尾，那個羅樹，就是我以前都挺辛苦搜羅的。咁就頭先嗰個兩個人吻別嗰啲，你睇到佢就真係從傳統走出來咯，係嘛？你見唔見到啊？係以前嘅嗰啲兩個側面好 profiling 嘅乜嘢嘅構圖係嘛？咁呢本畫冊咧就嗱，佢做一個 comparison 啊，以前嘅啊上面嗰張嘢係 Angelico 嘅，就係好舊噶啦，依啲就睇嚟似1314嗰啲嘢咯，我就睇唔到有年份啊，但係就話俾你聽，其實都係個構圖係用翻舊嘅，但係新嘅畫法咯。簡單嚟講，就採納多啲陽光同埋好得意噶。依扎畫家係有學院嘅能力，但係有觀察自然寫生嘅味道咯。你明唔明我想講咩？印象派咧，同埋都係學院走出嚟嘅多啲。印象派嗰班就在野一啲嘅，同埋係好有耐性嘅嗰種，又唔沉，即係學院出身嘅必然有耐性嘅，但係學院有時又因為老師教嗰套嘢好多年前就變咗陳規啲，佢哋就同時間有埋新嘅嘢咯，就係咁樣咯。嗱，其實係成日發生嘅依啲側面咁樣啦嚇，咁嗱又會有張咁樣咯，依張都係咯，係咪好新啊？即係阿媽同個女嘅關係咯，咁佢有個側面咁啊，譬如佢又講翻以前啲聖母子咁咯，覺得佢哋多出去寫生係啊係，嗰個年代就係會係咁樣咯。所以咧，你有上兩次講 Vittori 同埋 Signorini 都比較新啲嘅畫家，就 Lega 就比較傳統啲。咁有時傳統啲畫家有時蝕底啲，就係聽睇嗰時冇咁。你有冇覺得佢咁 bright 㗎啲嘢？會咁樣咯，係咪得意啊？佢嗰啲嘢幾個女人，但係都係側面嘅，有個門口開咗啊咁。啊！但係奈何依一啲嘅圖我都喺圖度睇，真跡我都睇唔係好多。咁但係有本嗱有呢個小婦人唱歌啦，呀呢個佢啊，睇先啊，你哋呢個你睇唔睇到佢哋係唱緊歌嘅個樣？呢個唔清㗎嚇，呢個唔清版，但你睇唔睇到係一個阿姐彈琴，兩個唱緊歌個樣？陽光，但係佢畫緊係陽光射緊落個面嗰個感覺咯。啊，好舒服，隻手係彈緊琴嘅。啊，又係咁樣咯，好厲害噶，我覺得好厲害啊！佢畫到 detail， 但係唔會過分咯。嗯。譬如咁樣咯，好中意畫側面人咯，但係佢依個就有好多重嘅 layer 嘅寫生感覺咯，係嘛？係咪咁樣好似容易形容多啲俾大家睇到？練緊歌，飲啖茶先。我抄一啲俾大家睇下。
就是他畫的 portrait 咯，是嚴謹啲、傳統啲嘅畫家啦。你話你話佢啲嘢係咪好爆叻到震？我又唔係覺得好係嘅，但係佢有啲哀愁喺度咯。咁呢本畫冊就嗱，最初頭好傳統噶畫得，啊後邊嗰度越嚟越活噶，其實佢啲嘢我覺得。最佢中意側側地面係啊，好中意噶，好學院啊，係啊係啊嗱。但係呢啲畫呢本書唔係全部啊，係 Lega 嘅，佢個頭即係麥奇嗰扎人都有嘅。我揾啲嗱，佢畫嘅 portrait 係咁樣咯。detail 就唔睇啦，好嘛？我哋難睇啲 detail， 因為大家有個 concept。啊！呢部書好厚，我試下半個鐘頭揭一揭俾大家睇下啦。嗱，畫緊呢啲咯。啊，嗰、那個陽光都唔強噶，都係灼灼地陽光嘅初頭嘅時間。呢啲咯。學院一啲啊，係嘛？嗱，同時間，Cinerini 就畫到咁樣啦。Cinerini 就陽光感同埋嗰個 sketch 感好強嘅。你係咪容易分到？佢唔係咁，即係佢好睇呢啲咧曬陽光落 building 嗰啲反光嘅。佢唔係佢跟光暗去行嘅。Painterly 啲嘅，阿 Lega 嘅就行線多啲咯，斯文啲咯個人個嘢，所以我自己傾向我自己中意 Cinerini 一啲嘅 ，Pittori 嘅就係咁樣咯。嗱嗰時講打仗啦，一次嗱佢又會係，但係就好多依啲。慢慢就個嗰啲，你覺得個光嘅感覺好啲噶啦。嗱，依一張又寫生嘅喎，開你見唔見到啊？嗱，欣賞下先，依張都係唔錯啦，係咪啊？好乾淨啊！依張好啊，但係都係靜嘅嗰啲嘢，側面啊，個人啊。是不是大家喜不喜歡啊？好好啊，這張鬆鬆的畫那些很難畫的、欸、你現在看這個就等於去南生圍嘛，南生圍不是這樣，但開始越來越寫生，不錯的這張圖是什麼的，大家認得衰的，大家有機會上網抄來再撿下它，它難抄的、啊、圖又畫好 detail 嘅暗啲嘅啦，嗱依啲就有個靚妹打水定唔知咩嗰啲啦，寫生一啲喺木板嗰度咯，嗱依啲寫生啲啦，睇唔睇得到啊？嚇，學咗學院嗰套嘢 ，Eric hello， 學咗學院嗰套嘢咧，慢慢加同寫生撈得埋啊！慢慢撈得埋啦，嗰啲好準確嗰啲眼耳啊，唔係眼耳口鼻啦，即係輪廓啊，嗰啲都係以前學院操，即係少林寺十八銅人嗰度抽翻嚟。佢將學院嘅嘢打散融入寫生裏邊，好高級啊 ！William 係啊，你睇唔睇到學院嗰個能力？但係鬆到啊！學院最大個問題，佢係好實嘅嗰啲嘢，但係好多人實得就係佢放唔到落去寫生。第二個調翻轉就係你寫生得好鬆，但係你冇學院嗰種隻嗰種揾好多時間用
五年十年去抽嗰啲能力，佢兩個腦度，依扎畫家好叻嘅。你問我係冇辦法嘅，有時咧，我而家教緊咧，唔知而家直播有冇同學上緊我嘅 Google Meet 堂咧？我教緊裸體嘛，男性裸體啦。咁咧有時都教學相長嘅。教教下嗰時候咧，我自己都因為自己自言自語啦，因為你知香港學生唔講嘢，咁我自己噏咧。咁我就一堂裏邊可能有一個鐘頭，我就畫，跟住半個鐘頭我就俾翻啲畫大家睇啦。點解要俾翻啲畫大家睇咧？即係俾翻舊嗰啲依啲咁樣嘅裸體啊，但係嗰班係教裸體。點解會發現到一樣嘢，要盡量我可以嘅為引導下學生去欣賞。即係咧技藝嘅嘢咧，我講好多次，譬如我教依啲班咧，我有信心我教你畫到佢個比例，但係個問題係你有咗嗰個能力之後咧，你畫乜嘢咧？佢中意用背脊啊，講古仔係啊，中意側面啊，依啲構圖嘅品味又係以前嗰時學到翻嚟咯，但係佢撈到蛇神，其實佢好簡單啫嘛，依個阿妹。女仔啦，或者全部背光啊嘛，佢後邊度光佢嘛，呢個嗰啲唔知咩造田啊嗰啲咯，好靜啊嗰啲嘢，慢慢畫噶係嘛，所以頭先嗰個你話佢唔係成日蒲酒吧蒲麥奇朵尼咖啡同啲人吹水。他都不喜歡跟別人說話，他喜歡坐角落頭慢慢說，你不要搞他，他都不擅長說話，很多鬱結啊，很多想法在內心中，透過畫畫去表達而已，是不是慢慢大家認識不認識到，認識不認識到浸錘啊，我希望我介紹到浸錘給大家認識啊，是不是開始明白他的可貴之處啊。你看他畫這個樹，我生硬了，你看他，他好像畫過阿姐呢，在那裡什麼鬼，很寫生的，我想說一下，萬里畫不到那麼小的，萬里畫不到那麼小的，你看看他上面畫棵樹，你看這棵樹的素描，感覺到那陣脆是吧，怎麼畫這個很強素描啊，這個你會亂畫，你知不知道怎麼畫，他當畫個蘋果這樣畫，你畫啊，我又有經，我唔可以講我畫開啦，都係畫開嘅。我有寫生畫樹嘅幾十廿幾年嘅經驗啊！我話俾你聽，好難畫呢個。你話亂咁生嘅呢棵嘢，佢隻抽啦，同佢嚟啊！同埋佢唔係好曬，佢唔係 contrast 好大嗰啲。我話俾你聽，大部分人連呢個都畫唔到嘅。其實我夠膽講喎，呢個素描喎。萬里畫不到，莫里畫不到，爹哋有少少機都畫不到，佢樹寫生唔叻，冇耐性啊！而家啲人明唔明啊？仲 ChatGPT， 仲用電腦畫畫又成，死得啦！畫啲乜高達？邊個喺度同你睇一棵樹啊？我夠膽講句，冇一個人像派嘅畫家畫到嘅呢個。我吃了他啊，連畫家吃啊！啊，佢咁有心慢慢畫樹，係啊，佢習慣咗咁樣去睇個世界啊。佢唔 over 細緻啊，佢唔 over 細緻啊啲嘢。又係呢個，好靚啊！想講係咪好睇？
好玩啊，棵樹。哎呀，慢慢在抽啊。嗱，呢張好乾啊，開始撈到埋咯。呢張曬啦，呢張就係抽噶啦，呢張叫個阿姐企喺度俾佢畫噶。但我想講，佢畫依啲側面平嘅，當然佢畫到個立體感啦。但係佢依啲點依啲係寫生啊嘛，但係佢構圖其實好 Botticelli 噶。佢個構圖好 Botticelli 噶，幾靚依個構圖。我點樣講咧？我發現我最難教到學生嘅嘢咧，而依樣都係唔係我能力可以做到啦。佢哋唔識得分咩好同壞啊！都分唔到，分好壞藝術咧，好要我唔係講自己聰明啊，但係確實要有啲智慧去分嘅，分唔到嘅有啲人，你冇得搞嘅嗰啲分唔到，唔好畫畫啦，你做其他嘢啦，唔啱你嘅畫畫。咪係嬲死象嗰啲感覺，你睇下上邊。你看下依幾個嗱，好鬆又畫到喎。佢有啲係寫生嘅，有啲樹枝又係好細，又唔係啊。Telemaker 會冇佢咁細緻，佢又落到啲，佢有啲我覺得佢係寫生得嚟，有啲又後邊加嘅，兩樣都做嘅條友，唔係絕純嘅，但係佢撈得埋咯。係啊，係一個。習慣咗啊，兩邊構圖再打對角啊，依度光去翻依度啊，佢用翻以前嗰啲嘢噶，但係佢唔係特登噶，我覺得佢唔係特登啦，入咗血啦，嗱，好鬼中意小婦人讀書噶佢，百合花園都畫埋，係啊，嗱依個，嗱翻個 portrait。雀仔死咗，四廿個朋友今日又哇，發咗灰都識話係啊，真係。佢自我追求已經默認好高，係啊。逼自己，哪一張？哪一張好多？佢特登揾一啲，呢度有個遮噶。佢特登揾一啲唔吸引嘅構圖，係嘛？即係個個都話 Monet 啊，荷花池啊嘛，個尾都俗嘅 ，OK 嘅。大哥睇大佬跳個白內障都睇唔到啦，咪劈上去咯。斷估畫啫嘛，係咪張張真係好啊？佢自己都唔知啊。幾正，係啊。佢特登唔揾陽光強烈去畫噶，識畫噶。呢啲唔高清啊嚇，大家帶咗感覺好啦。阿姐摘花啫嘛，阿姐摘花啫嘛，有咩特別啫？冇特別噶。你畫依兜草俾我畫睇下，點畫？好厲害啊！其實好厲害。係好靜啊！大家明白我個愛手都有啲唔開心嘅嗰啲嘢。成到 Vinny 奶咗曬啲啊，有 Betty 啦，
啊，呢啲係佢嘅稿，佢嘅速寫稿啊。結婚啦，啊，有啲人去到好曬喎，你睇呢啲，嗱呢啲好曬。好淑華人，好細緻，啊，有個唔知係咪有花仔嘅，我唔係好識，好啱，好治愈 ，Crystal， 係啊，好靜啊啲嘢都係。佢好明顯地話俾你聽，其實用翻以前嘅構圖係 work 噶。佢就算連結婚畫得好高興咁，但係佢就係叻在將唔開心畫到好淡，氣氛真係好好，係啊。佢唔係嗰啲，係啊，佢唔係將嗰啲唔開心畫到上面嚟 sell 唔開心啊，佢本身喺血嗰度喎。嗱呢個，你睇呢個幾得意，恩姑姑啊，嚟，你睇下佢。你知咩恩姑姑啊？即係咧玩嗰啲僆仔，明白佢太細緻到病咗，冇辦法啦，係咪啊 ？Lega 啲嘢好重氣質啊，其實叻噶。喂，有啲嘢不變噶嘛，對細路仔嗰啲關懷係嘛？睇下個細路仔點，你睇下後邊嗰個神情。放翻鬆佢個構圖，又畫到喎。係好靜啊，會啊。嗱，好多張喎。真心啦，爹哥啲畫啲素描咧，僅僅合格啦。如果擺喺藝術個平台上咧，好普通啫嘛啲嘢。我唔知點解咁叻，一個溝唔到女嘅可憐蟲，好遠咁樣望住台上嗰啲馬鈴舞，睇緊佢嗰啲身材，揈下揈下，又唔敢行埋去，咁啫嘛。麻麻臭酸啊！又係打平噶，佢唔中意畫深度嘅嘢噶，補緊嘢，個酸粉都係嘛？佢下下都只係湊過一次先，係啊，習慣咗。依個咪 still life 咯。你睇佢，你喺個台上邊依個 still life 個擺個位置咯，成日都擺格一二三輕中前，係咪？哇，慣咗，生活最靚。依啲畫到依啲積攬，咪係。僆仔嗰時候鍛鍊翻嚟嘅能力咯，係將頭先嗰三姊妹咯，佢依張係佢嘅，真係得噶，好得嗰種畫人，唔得噶嘛，萬呢畫人兩撇嘢，萬呢少少 OK 啦，萬呢畫人兩撇嘢啦。Pissarro 唔識啦 ，Robert Cassell 因為係女人啦，邊有依啲素描能力啊？點畫啊？得啦，大佬，係嘛？都係側面噶，佢成世都畫側面啫嘛。睇下手指，
即係依輪咧，我自己生活有啲嘢繁忙緊啦。嗰啲拍 YouTube 我少拍啦，唉，拍嚟拍去都係開箱嗰啲，冇辦法，冇乜 view 啊嘛。但係我而家到最後，我嘅救贖係同大家直播講下藝術史啊，真係搞唔掂 ，YouTube 壓得好低嘅 traffic， 咁唔理佢啦，係嘛？我都拍咗好多年嗰啲開箱嗰啲，我都冇辦法唔拍嗰啲。因為其實呢個世界上明白藝術嘅人好少，大家都係庸俗噶。又係玩啲光，用個毛喺度。我哋成日啦 ，YouTube 啊、IG 啊乜嘢咧，好中意咧將一樣嘢互推大數據嘅方法，將一樣嘢無限放大咗啊！無論係蒙娜麗莎啊，無論係大珍珠耳環少女啊，無論是沉浸式博內啊，沉浸式博內是什麼呢？是一班人想些橋騙一些人的錢，不好意思的 IG， 大家會死的，不要玩那麼多啊，不好意思的，那些沉浸式，他有些商人想些辦法賺你們的錢，浸什麼鬼色啊，你入咗去網絡出翻嚟，咪又係咪一個乜都唔識嘅人啊！真係好嘢嘅呢啲，我希望大家知道。唔通佢中意耳仔同頸啊？中意壞啲位，好啊，好有冇啦？越壞越嗱，佢話到依個位嘅，大家見唔見到佢經濟學院嗰樣嘢？嗰就唔，你可以話拘緊啊，或者係撈唔？是啊，他將它用了在現實了，畫人啊，畫得很好。但是有些這些稿子來了，這些稿子。這些有些曬很多。是啊，我也怕那些沉浸式。但係嗰啲嘢真係揾錢嘅，冇辦法啦！呢個世界上蠢嘅人多，係啊！你哋買本呢啲啦，你買本啦，照 cap 呢張圖揾啦，上網買啊！依個係意大利版嚟誒，應該係我嗰時好辛苦意大利抬翻嚟嘅。嗱，呢張我好中，我 personally 都係中意，係真係去到有光嘅。佢將嗰幾件事跟住傾偈啊，成啊。呢張就個公仔畫得再簡約少少嘅。我好憎將嗰啲。一些本身很小的東西，但是 marketing 中的放很大，譬如 Mary Cassette， Mary Cassette 那些東西不漂亮，其實很粗，畫得素描不厲害，經常又說什麼女人主義，將她什麼媽媽和女兒的愛又說大輪春這樣做什麼，是吧？不要這樣啦，我很憎咯，什麼強調過什麼女畫家，就是畫人咯，嗱，我為之你男畫家、女畫家啦，畫得好就得啦。佢真係似傾偈噶。好犀利就係咧，唔係將嗰啲光暗食曬嗰啲人，佢兩樣嘢都做到啊。譬如咧，嗰時候，譬如遠睇成個素描又有喎，識畫人嘅有，識畫。景嘅嘢有，即係話寫生嘅唔多，三樣嘢撈得埋嘅更加少，係咪啊？唔同噶，同嗰啲嗱 Vista 拜拜係咪？
其實頭先嗰張嘅一個，跟住有啲稿啦，未，我睇唔係好 finish 噶啦。全部撈得埋啊，好難呀！大部分撈唔埋，大部分人少少都見唔到。又係側面，真嘅妝我會覺得會好靚噶，依啲咩攬啊嗰啲嘢啦，冇啦，又有啲啊個面虛得好好啊！光在背景裡似講緊嘢㗎，嗰啲好叻畫人㗎。你要似講緊嘢嘛，唔知個孫女讀緊嘢，嫲嫲後邊啊咁樣讀。我唔識意大利文，我幅畫都估㗎咋，大家識意大利文自己對。係咪有一個依張圖畫得好？依張圖即係依張係印刷本好差㗎，真嗰張應該好好啊。係咪啊？唔好玩啦！又去嗰啲咩 Artbistro 嗰啲，咪睇埋啲垃圾喺度，呃人錢，唔好做呢啲咁嘅嘢啦。畫畫要真誠啊嘛，我成日講。由頭到尾都唔知道，根本成班友仔都唔知嗰啲藝術係乜嘢。你又藝術，你又藝術家，我藝術家。點？如果你哋全部藝術家咁，呢啲係咩人啊？條邊都見唔到啊！你睇依隻手畫得幾好，扶住阿妹嗰條腰。有冇留意過依世界係點先得㗎？成班自戀狂，真係叻㗎依個，係嘛？繼續係咁畫。嗱，依張好 sketchy 啲，個人真係，但係只嘅狗，恰當係咪？咩叫恰當？依啲係抄，依啲係好寫生嘅，好寫生嘅光暗嚟㗎，嗰啲後邊嗰扎嘢。我自己寫生嘛，我知嘛，依個係好寫生，嘟嘟嘟嘟嘟嗰啲碎嘅筆，又去到嗰啲就成個風景啦，人都冇啦，寫生依啲好寫生啦。呢啲冇鬥咁細噶啦，呢度有啲雞啊，啲雞，Victoria嘅。佢畫嘅肖像啦，Generini 畫嘅 portrait 唔麻麻地 ，Vittori 識畫 ，Lega 嘅印象最好，都係斯文啊！依張畫得好好嘅，依張係精細啲咯。條裙好靚，你睇依個吹笛仔，我中意依張。
牆紙都隻抽係啊！佢哋畫慣畫慣學院咧，依啲基本盤咯。呢張唔講，你以為印象派啦？有一段時間佢隻眼有事嘅，唔知係咪後邊呢啲都係咯，比較再 sketch 一啲啦嚇。好，大家中唔中意啊？講完啦，我想。想問點解未見過素描名畫？咩素描名畫啊？思琪，即係佢嘅素描啊！中意買自己上網買本咯，應該有出版社，你哋自己揾到啊！中唔中意今日？好啦，33分啦，我為大家講咗一個鐘頭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今日為大家介紹嘅意大利嘅19世紀，即係150幾嗰啲 friend 嘅畫派。班人畫派 Machiavelli 其中一個主要的成員 Silvestro Lega 幾好看啊。好，咁樣就賣少廣告啦。大家如果想繼續支持我的話呢，可以去我 Patreon 嗰度就贊助啦，裏面有好多我教學的片可以去看啦，又或者可以上我的 Google Meet 畫班啦，啱啱開緊嘅就係一個男性裸體啦，咁就嗰度唔收生噶啦，嗰度開完噶啦，或者係去喺個 link 度見到嘅，喺去 minipd.com 嗰度就買顏色啦，好嗎？好，唔該，拜拜。